喜欢的水族馆是长江。嗨，大家好。中奖，万用折价券。哦，你抽中这个，高级品呢。我感觉在前面是做公益的。500，还有没有？500一次，500两次，好，500再次，恭喜，恭喜你得奖。有在现场吗？37号唐先生，有在现场。这一台是由我们的点将吴先生提供的鱼缸需要装太管的话，非常欢迎跟我们的八点四赞助商点将冷气联络哦。海洋梦所赞助的美色试剂，再来呢，海洋梦提供的这个 Coral RX，它是一个简易的药水。如果你有简易的需求，如果你养伤，如果你养硬骨，就会用不到它。好，那我们来抽出这个温控警示器，100奥都的温度警示器，请问谁中奖呢？哈纳战战机，还有一台65号，廖先生65号在现场吗？奥夫自动搅拌器，来，我们欢迎我们的厂商，大家帮我热烈的掌声一下。这一盒里面含有底包测试什么的药粉？有没有人看过我吃鱼需要的影片的？有，你最大声，有没有人看？对，来吸气呢，就挡掉，一台小手来了，它可以无限使用，它不需要插电，这上面有个盖子可以打开，那里面呢，它有一个黑色的碟盘，它的碟盘长这个样子，小小一片的，哦，然后它是塑胶做的，它有一个注入口，把你的水样抽起来，然后注入到洞里面，注到它指定的线的位置，把它放到机器里面，按按钮，过3分钟，这8个数值就会跑出来了。那这一台呢，它是离线的，我到哪里我都可以测。然后这台机台呢，还有一个好处，它可以记录你的水质。你若下载它的 APP， 你还可以把这个水质变成一个图表。我们要说的这一台抗不灭零度，就是我们的最大等级。这一台原始的价格是11000，那一般水族馆的售价大概是8000块。天然水族，来，最好用的蛋白机是哪一台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抽出这个奖喽。好紧张哦，快烧死了。
17号，恭喜你获得我们大奖，但是要麻烦你出示一下你的鱼缸尺寸哦，我们掌声鼓励。